回去，因为你赦免我。不用速度，不要 click。
type, make it woman type, make it woman type. 使女这样仰望主人，主人祖母的手，我们也怎么样仰望上帝你的手。上帝你的手是施恩的手，你的手是大能的手，你的手是祝福的手，你的手是医治的手。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你要显出你的神迹，这个祷告会叫神迹祷告会，这晚上叫做神迹的夜晚，这个时刻叫 miracle time， 叫做 miracle time。 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主耶稣。圣灵，欢迎你更多的降临在我们身上，充满在我们身上，充满在我们身上。上帝，我们敬拜你，上帝，我们祷告你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三七篇第三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你注意第三节第四节，再读一遍第三第四。来，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里提到第一个靠耶和华行善，第二个以他的信实为粮，第三个以耶和华为乐。我再说一遍，第一个是什么？靠耶和华而怎么样？行善。第二个呢？以他的信实为粮。第三个呢？以耶和华为乐。然后他就要将你所求的怎么样？赐给你。然后你就可以将你所要的交托并依靠耶和华，他就必定成全。如果你靠神的恩典经常去帮助人，你靠神的点经常向有需要的人都会把手松开来，把他们的需要把分享，把你的丰富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同时以他的信实为粮。基督徒的粮食有神的话语，基督徒的粮食耶稣是我们的粮食，基督徒的粮食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信实是你的粮食。靠他的信实你可以吃饱，靠他的信实你可以喝足，靠他的信实你可以有力量去面对所有一切的患难与风暴。最后边说什么呢？还要以他怎么样？以耶和华为什么？可能你吃东西会快乐，喝东西会快乐，看到好朋友会快乐，但有一个快乐更重要，要以上帝为你的快乐。当你没有外边的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有上帝仍然要快乐。外边的东西都让你觉得很失望的时候，就像是哈巴谷书上面讲，说什么呢？无花果树不发旺，然后葡萄树不结果，然后呢圈里怎么样？没有牛没有羊，但是我仍然要怎么样？耶和华。你看了，我仍然要快乐，没有牛没有羊我要快乐，没有葡萄我要快乐，没有无花果我要快乐。只要有了上帝，那些东西都没有关系了。有了上帝，如果需要无花果他给你无花果，有了上帝需要葡萄他给你葡萄，有了上帝需要牛羊他给你牛羊，他是你所有一切的珍宝，他是你所有一切的满足。你要以他为乐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因着他而快乐。
让哈巴谷的快乐变成你的快乐，哈巴谷的信心变成你的信心，大卫王在这个地方说的话要变成是你的故事。你要以他的心思为良，以他为乐，靠着他行善，你就看见他这样将你所要的一定会成就在你生命的里头。祝福你，今天他要成就很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你相信今天有神迹，你就说 yes yes。 你相信今天上帝的恩典要充满在你的身上，你说三个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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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, yes。 告诉边上人 it's a miracle time it's a miracle time it's a miracle time。 告诉他今天是蒙恩的晚上，今天是蒙恩的晚上。告诉他今天是神迹的晚上，今天是神迹的晚上。告诉他今天喜乐的灵要充满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喜乐里如果充满在这里，为什么看到很多人的脸还是跟苦瓜一样？为什么脸还是跟苦瓜一样？如果快乐，你说我只有心里快乐，脸上不会快乐，你找一个这个人给我看一下。心里快乐，脸上一定会快乐。同意不同意？同意。你说心里快乐，脸上还会不快乐？没有这回事情。心里愁苦，脸上也都会流露得出来。奉主名祝福你，今天神迹要充满在我们中间。阿门。我们数到三，我们就一起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今天我的事情，上帝会成就。阿门。祷告什么呢？今天上帝要用上好的礼物赏赐给我，上好的礼物，上好的礼物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礼物，极大的恩典一定会充满在你生命的里头。我数到三，喊三声主啊，就开始来祷告。一二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。先为着工作来祷告，有很多人你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有很多人你一直祷告要有一个突破，有很多人你一直在寻找那个的工作，有很多人你是在做主管做老板的，你一直在求说上帝啊，你把那个突破给我。你要相信今天上帝要把恩典给你，今天晚上你要能够相信上帝听见你的祷告。所以再一次，如果那一个人是你的话，到前面来，请传到同工区长到台上来，我们要能够来祷告。再往下面一点点，好不好？那边还有位置，再往下面一点，再往下面一点，再往下面一点，可以再有一点，可以再往旁边。OK， 好。这边也可以，也可以有一个第二排的，不需要站得这么近啊。这个，我们来祷告，求上帝的恩典要降临。求上帝，他为你开一条路。上帝要突然间把那个 sales 给你，谢谢。常常，你要看到，等一下你祷告的时候，我要你看到那一个的画面，我要你闭着眼睛开始看见那一个的画面。每个人的工作不太一样，但是你需要的是什么？
你要的那一个是什么？你要的那一个祝福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要你先去看。